妹妹没事吧？妹妹，再撑一下，咱们很快就到昭州了。 怀孕八月，回昭州省亲，却遭遇刺杀。王妃去世前产下一子，取名景慈。之下。 你到来了袁夫人的女儿。5年前，袁夫人害了二小姐。今天，我就杀了她的女儿，来祭奠二小姐。公子，姑姑，别杀她了。阿慈，你可知道她是谁？ 姑姑，质子无辜，以后就让她跟着我吧。难道你还想收养她不成？正好我缺个伴儿，把她养着又何妨？外面好大风，偏你这么晚还哭闹不休，以后就叫你风眠晚吧。 本该是仇人的一双小儿女，就这样生活在了同一屋檐下。一转眼就是18年，从此开启了一段两世情缘。 你怀里，依然还会给我海阔天空的勇气。当分离，终有一天再相聚，我的心还守在你这里。
阿慈，我昭州势弱，夹在雍冀之间。上月雍冀大战，冀国大胜，欲派大将李元出使我们昭州，希望两地联姻。姑思量着，嫁谁合适？义父，您这一招虽然精妙，却留下了空门，授人以柄，指不定满盘皆输。这可不像是义父的奇招。这是外面那些大臣们希望姑所使用的招数。此策自绝生路。主上，主上，请主上快快决定。哎呀，连下边棋都没法安静。阿慈，姑可不希望自绝生路。主上，李将军是不是对目前的战局有点误会？雍国虽败，但未伤根本，虽无力对付冀国，但要想灭掉昭州不难。我们可以先教好出使昭州的冀国大将军李元，再与冀国慢慢的打好关系。你觉得雍国会给你时间慢慢打好关系？什么意思？你们的算盘，以为雍帝就想不到？只怕冀国的使臣还没到，雍国的使臣就已在路上了吧？不可能，雍国皇帝吃了大亏，一时半会儿还能顾得上昭州？李将军，什么事？雍国遣使来昭州，已经在路上了。嘲笑我逮不着这只雉鸡是吧？看我不把你射下来给炖了！算你识相。风明晚，干什么呢？弄得鸡飞狗跳的。之下姑姑，公子说晚上想喝雉鸡汤。是公子想喝呀，还是你想喝？别忘了你的身份，侍奉公子的一个侍儿而已，也就是公子一天到晚听你的挑唆。姑姑，我错了，我一定不会让公子亲自下厨，我会自己动手炖好汤端给公子，再孝敬姑姑的。你做的汤能喝吗？自个儿留着吧。是。之下姑姑，你受惊了，这畜生的确是作死，我这就去炖了。党参枸杞，
还要加点什么呢？嗯，公子，不是说让你放着我来炖吗？我想着你好生辛苦嘛，所以给你炖点汤来喝。放了参，没放姜。你该不是把党参看成生姜了吧？啊，我说我好像少放了什么，原来是姜。我去切姜片。小心手。我跟公子学了十多年的武艺，切人都没问题，何况是切几片姜呢？切什么人？以后你出去，千万不要跟别人说你是我教出来的，我可对不起这个人。流年笛声轻轻说一段温柔的春雨，什么时候能让人省点心？是公子疼我，总爱为我操心。谁为你操心了？鸡汤做不好也就算了，切几片姜还要受伤。公子，尝尝我给你做的这鸡汤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知夏姑姑以后大概就不会怪我什么都不会做了。今天厨娘没在家呀？我喜欢公子吃我做的饭菜。可是我不喜欢吃你做的饭菜，怎么办啊？我的一片心意，公子也不能接受吗？你的心意，我可收受不起，你自己尝一尝吧。流逝凡尘，如你只为我抵挡着风雨，也曾是你和我分享触动人的憧憬，眉目间沉溺，万几世情迷，星火摇曳在彼此眼里，成为知己，伤害约定，愿为此情去追寻。终于漂泊好久的，虽然我有诸多不好，但公子始终包容我，爱护我，我愿永远在公子身边，静静地陪伴公子。有一天再相聚，我的心还守在你这里。左寿。父王。这乍暖还寒的怎么跑出来了？有没有去看你景慈哥哥？没有，我记挂着父王今日正为国事劳碌，当然先来看看父王您了，你说是不是？
我儿越发的善解人意了。听闻朝臣都在建议与纪国联姻，和亲人选一定要三思啊。父王不会想让我去和亲吧？我是阿慈，如若亲子，如若你二人能够成，那再好不过。可是我跟他提过，他似乎并无娶你之意啊。绵婉姑娘，绵婉姑娘果然闲着。魏总管有事吗？刚刚知夏姑姑跟咱家说，景公子不在府内，既然人手不够，不如换你去前面帮帮忙。绵婉姑娘，都说你茶烹得好，不如帮忙给贵客烹茶奉茶吧。好。雍国使臣赵岩拜见昭武。赵卿为两国和平而来，一路辛苦了，这是臣之本分，理所应当。本王也正与群臣商议此事，盼着两国有睦啊。正是。昭王，雍国欲与昭州结盟，不知此事昭州考虑的如何？姑虽然为难，但姑一心只歌西战，还望赵卿将姑之心意转达雍帝陛下。是。青离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刚刚一时眼花，看到侍儿长得很像我的一位友人。那个侍儿是我义子景慈身边的人，烹的可是一手好茶。果然是好茶。郡主，姑姑，成了。封绵碗版的茶端进去了。是，奴婢远远看着，那雍国使臣也喝了那茶。那茶可是封绵碗当着父王的面亲手端过去的。一旦雍国使臣中毒，那谋害雍使的罪名，即便景哥哥回来，也没法替他脱罪吧？不必等阿慈回来，主上当即便能处置了他。那个帮着下毒的侍女呢？已经让人料理完毕。那就好。请。茶不是地上去了吗？可是过去这么久了，毒性并没有发作。那只能证明封绵婉送过去的茶根本没毒。所以你早就察觉此事有蹊跷。端给雍国使臣的茶是我准备的，但茶沫却是那个茶房的侍女准备的。我端茶离开后，总觉得不对。知夏姑姑想要为难我，但仅仅是烹个茶，对我来说不是难事，所以我就多留了一个心眼。我猜到有人想要算计我，但是公子你不在，找知夏姑姑，或者是泽生郡主，大概会被立刻判定毒是我下的。贼喊捉贼吧，所以我就又回到了茶房，见那侍女不在，重新烹了茶送了过去。她应该是去回禀主使者，她已经得手了。
对不起，我应该早点回来的，不应该让你受到这些惊吓。别哭。风明婉，你反了天了，不把我放在眼里也就罢了，你连郡主都瞧不上了吗？见过郡主，还想请教郡主，这音啊，这个扁毛畜生，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，散个步就被他盯上了，冲下来便要啄我的双眼，幸亏侍卫们救护及时，不然我这双眼睛就再也见不到明婉你了。郡主明鉴，这鹰乃连霄阁幻影，平日并未见他伤人，或许其中有些误会。知夏姑姑和我的侍卫们亲眼见这鹰伤人，莫非明婉你还要庇护于他？只是公子平日素来珍爱这鹰，若就这么处置了，如果回头问起，恐怕会心中不悦。说的也是。知夏姑姑，我可不能让公子不高兴。一个侍婢养的扁毛畜生而已，竟敢伤害郡主，公子要是知道了，必定第一个不会放过他。还在等什么？还不打死？不要！风明婉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姑姑，明婉实在不忍心小凤被杀，她之前不会存心去伤害郡主，姑姑息怒。臭丫头，你如此的背影，留不得你了。明婉，岂能对姑姑这样无礼？相逢郡主，主上，泽生郡主胸闷气结，乃是惊吓过度所致。在下施过针后，已无大碍。嗯，只是这外伤为防溃烂，还需精心照料，才不会留下疤痕。好，那就请左公子一定要用最好的药，他的胳膊千万不能留下疤痕。主上放心。主上，这事都是因风眠婉养了那个畜生而起。更可恶的是，风眠婉那个丫头明知那鹰欲伤郡主，还执意将鹰放走，才令郡主无辜被伤。风眠婉，风眠婉，平日里看她还挺守规矩的，为何这一次竟是如此的无礼呢？义父，此事我必定会向风眠婉问明缘由。公子，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纵容他？风眠婉他背你，他猖狂，目无尊上。公子，
他把郡主害成了这个样子，难道你还要维护他吗？你也不想想他的来历，他就是和他母亲。小婉不是这样的人。小风看着跟他主人一样讨厌。听父王意思，若是不能嫁给景慈哥哥，指不定就会真的要让我去和亲了。我跟景慈哥哥自幼要好，都是这丫头插在中间。是啊，若是寻常的侍女倒也罢了，她是阿慈从小带大的，说是个侍儿，可阿慈看待她跟眼珠子似的，宠纵得很。这些年为了撵走她，我也想了好多法子，可这凤眠婉看着老实，其实狡猾得很，又有阿慈从中护着，每次都让她逃了过去。那就为她预备张更精密的罗网。父王，主上，风眠婉纵营伤人，死有余辜。可若主上慈悲，不忍杀生的话，就请断风眠婉一臂，以正王法。阿慈，本王相信，你一定会给泽生一个交代的。是。公子，我该再忍着些，不该跟之下姑姑动手。可是小风并没有错，他根本不会无辜伤人，从头到尾都是之下姑姑跟泽生郡主有意寻衅。我相信。公子相信。可不论是何缘由，泽生都是因为你们的争执而受伤不轻。还给我！小风，快走！回莲霄阁，闭门思过。郡主受了这么重的伤，你就这样把主使者给放了？你将郡主置于何地，又将主上置于何地？自然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义父，风眠婉自幼由我收留，由我教导成人，为人处事的道理也是我言传身教，若有过错，自然由我一力承担，便用这一件长服，可好？快起来。你这孩子，本王不再追究你就是。韦顺，在。赶紧传大夫。是。谢义父。公子，你本就身体不好，怎么能这样伤自己？若二小姐地下有知的话，得心疼成什么样？
小凤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好好保护你，我会给你报仇的。你要找谁报仇？你要去找之夏姑姑报仇？我不能找她去报仇吗？不能。那我也至少要去问问，为什么连我养的一只鹰都不肯放过？你去问了，小凤就能回得来吗？我知道公子你敬重他，我身份低微就更应该敬着他。可是这些年来，无论他怎么骂我、打我、辱我，甚至是害我，我都躲着避着，实在没有办法我就受着。可是为什么我处处忍让，他还要处处逼我？公子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我敢断定是他们无事生非，想要对我不利，想要害死我喜欢的鹰。我信你。小婉，之夏姑姑虽然过分，但也不是无缘无故，她有恩于我，即便再不好，我也不会恨她。就像我再不好，你也不会恨我的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你若待我不好，我必定恨你，我必定报复你。小凤是我杀的，要恨就恨我吧。公子，你干嘛不告诉明朗姑娘？为了护住她，你受了这么重的伤。她本就难受，何必让她更难受？还是没吃。公子，你还要继续给他做呀？我愿意。再这么做，他不一样还是砸了？他平时最宝贵那只鹰，如今没了，难免有几天吃不好喝不好的。心病还需心药医，我再去给他找只鹰吧。什么？景哥哥出门了？是，不知有什么急事，昨晚连夜走的。郡主，小心手臂上的伤。那风眠婉呢？风眠婉还在连霄阁。赵兄来了。听闻左延熙左公子在外游历，不仅文武双全，还学得了一身好医术。本想着你我同为庸国人，大有机会见面，可不想你在这昭州一待就是两年，反而在昭州见了。庸冀开战，昭州首鼠两端，陛下怕昭王起了异心，便派我这个跟昭王有些亲故的使臣过来，也是在意料之中。不过临下陛下召见，的确命我前来见你，但我的确不知陛下为何特地命我来见你。因为我密告陛下，当年景妃遇害前夕，可能诞下过一个孩子。什么？你也可以叫她小凤。
公子这次出门，为的就是给你寻一只跟小风很像的鹰。他果然不是小风。他不是小风，也替代不了小风。但我希望未来，他能像小风一样陪在你的身边，让你多一些笑容。公子找到他，是不是花了很多心思啊？还好。上次弄坏了你的香囊，我赔一个给你。这个是天蚕丝做的，不怕火焚刀割。用它装着玉竹节，再也不怕弄坏了。公子伤成这样，还记挂着凤眠丸。姑姑，我既承诺让小婉离了你的眼睛，能不能也请姑姑承诺我，不要伤害小婉，不要连累无辜。公子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姑姑当然知道我在说什么。泽生回来前后，姑姑帮着动了多少手脚，你清楚，我也清楚。公子，你怎能信了凤眠丸的挑唆这样说我？姑姑，小婉生性温软，即便知道真相，即便真的委屈，也不会跟我提起。可我还不至于被蒙在鼓里，对那些事情一无所知，投给雍氏的毒并不致命，尚不足以连累两国邦交，但一定可以连累烹茶的小婉。姑姑知道小婉为什么能识破你们试图下毒嫁祸。为什么？无论是谁，被害太多次之后，总会学得聪明些。主上，纪国传来消息，纪国以大将军李元为使，不日入州，觐见主上，商谈联姻之事。今天是上巳节，也叫女儿节。这街上卖的都是女孩喜欢的事，所以我就带你出来逛逛。过来看一看，现炒现卖。这位公子，是来份栗子吗？都是现炒的吗？啊，是现炒的，新出炉的。好，小婉。姑娘，买盏河灯吗？公子，你有没有什么心愿啊？没有。我要一盏。好嘞。忘记了悲欢，爱就不
别看我的。我手平淡，生死不管，却为我抚平不安。便是两情相伴，刚刚不是说没有喜悦吗？如遇而至，如今至晚安，所有心酸可以不算，只为你此生不换，情愿心甘。我的手帕好像落在了卖河灯的地方，我去给你拿，你小心点，别乱跑。转身后有你为我撑伞，历尽千帆，生死不管，因你而爱的悲欢终有答案。痴心默念，恋只献出不留念，枝繁叶落之间，轻叹痴心难眠，花一缕清风回远，梦醒思绪满天，问君昔时何年，只留下日月高悬，每一丝光线中回不去对你是诺言，你我之间隔一片云无边，爱情在咫尺，永远在天边，透过多少思念，透着多少牵绊，换来一次转身再相见，之间隔一片云边，在多少阴晴圆缺漫过天地间，熟悉的那一眼，熟悉的容颜，因你我未曾改变，你我之间隔一片云无边，爱情在之间。